玄机前辈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你到底……不必惊慌，你眼前的并非鬼怪。不对，那天匕首穿喉而过，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还从没见过这样还能活下来的，怎么……是你见识太少罢了。不过此伤确实凶险，我需得假死些许时日，方能苏醒。只是未能想到，短短数日，竟已有这些人命断送。今日醒来之时，欠那公子晚下此狠手。所以，小鱼写下的木指的是公子婉，而公子婉写下的那个木字，其实指的是玄机前辈。火气贯穿心脏，痛苦万状，也要留下我的姓名事迹。他对启然倒是忠心耿耿，只是他的主上连究竟要杀何人都不明白，这番愚忠未免荒。哦，如此说，我们猜错了。是，但此龙将却非彼龙将。木兄、霍兄皆为国之栋梁，只轻率行事，小侠大痴，倒也确实他素来做。哼，这家伙简直不是个东西，还找这么个小白脸来设计我们，实在阴。哼，区区一个公子婉便想阻我，未免想得太容易了些。帝后殿下既是无恙，怎么还不传信本王？白白让本王浪费了兵力，为……哼，不过片刻便坐不住了。瞧瞧你们，真是没点眼色。王兄冷落帝后，你们也敢怠慢吗？见了帝后殿下，还不快些行礼？王爷来得如此之快，这般关心，实在是消受不起。殿下既然无事，你们水榭中人该早些告知本王才是。圣剑军护卫王兄，责任重大。本王已然查明，凶犯便是齐婉。既然帝后无事，凶犯伏诛，这……王爷留步，本公子还有一事要请教王爷。望月公子，凶犯既能伪造一张密令，怎不能伪造第二张？如此轻易便被哄骗，孤王该带弟弟回去。本王护卫诸位查明真相，不曾想诸位却疑心救命恩人。罢了，你们不识好人心，该多谢本王。此间事了，我也该回忍心湖去了。尚有一事拜托各位，若是见到我儿……你就放心吧。不提正好，我还正愁没法向他交代。水榭封锁了这么多天，我也该回神羽书院去了。再不回去，只怕……师兄，还有望月师兄，你们还好吗？有本公子在，他又怎么会有危险？这不是就把他好好的带出……外面终于撤军了，这些日子山门前的兵士确实发生了不少事，等下我说给你听。哦，还有，回书院之前，我想跟这里的人道个别。好，那我去山门那边等师兄。殿下遇害那夜，我也是在这里看着这锦湖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再来欣赏姚颖姑娘的舞曲。往日针锋相对，只为一时义气。如今才觉没了他，再跳起舞时，该是何等寂寞。莫老弟曾经说，战士何该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罢了罢了，
齐天仪式结束之后，回去路上我得转道看看他妹子。两位，就此别过。别的不说，招待朋友的美酒，那必定管够。一心，你要？约定之人虽然已经不在，我离开银铃的时候，其实没想过有一天还会回去，但我要带他去到那个积雪终年不化的地方，这是他的心愿，也是我的诺言。师兄，刚才那个人就是你去道别的？我们只听柳院长说，帝后殿下遇到了危险。这几天的事，我路上交给明月。我们走吧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找柳院长。狐狸，清风别院不能住了，你住哪里？帝都繁华如此，何处不能安住？走吧，先回神羽书院。既是本公子将你邀约出来，当然也。